Hello， 大家好，还是我，看我在哪儿？现在，哇！我是难得在这个全是人的地方，找了一个不太有人的地方，这儿全是人。华清池啊，就是昨天新闻还在说那个华清池的那个杨贵妃的那个塑像被袭胸，这边工作人员这边说下来，那边接着上，然后我这后面。这后面就是华清池，啊，咱就不到现场了，现场根本进不去。哈哈，说什么呢？对 ，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， 人山人海，刚才挤的实在是够受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为什么我站在这儿呢？第一，人少；第二，最主要到这儿来看就看，算是四个点吧，三个点。一个就是华清池，刚才看了啊，这房子后面那边一个小房间啊，再往那边就是那个华清池啊，杨贵妃原来用的这个池子，我去看了，你到现场看到，现在反正就是个剩的一个破石头，对吧？你说洗澡的澡盆子有什么好拍的，对吧？就是那个地方，然后这边这一组建筑叫还原里边，后边这个小房间，这是就当年这个。就是蒋介石住的地方啊，这个地方是侍从室，就是传达室，大概那个意思，它叫城，它叫室。然后后面有叫五间亭，往后看，我们到这边看一眼啊。兵马俑人更多，对，我就不去了。看，往后边这个地方，大家一堆人在那挤着，干嘛？就看，那是蒋介石洗澡的地方，蒋介石的浴室。然后再往上，那上面那就是五间亭，就是蒋介石住的地方。蒋介石住的，然后旁边有什么侍卫室啊、秘书室啊，还有什么什么东西卧室啊什么的。对，宋美龄应该在一起吧？啊，反正这是好地方，他都去过。前几天在龙门石窟的时候也有，就是那个蒋宋别墅。哎，我觉得蒋介石这几位的这个品味不怎么样啊。他到龙那个洛阳是，反正是当地官员给他建的那个。就是怎么说呢？他五十大寿，36年他整50啊，50大寿给他建了个小楼，就在那个香山寺里边。香山我上昨天说了啊，就是那个就是大诗人白居易，在那儿，他就是香山居士嘛，然后他捐资建的一个寺，就叫香山寺，香山寺里边，蒋介石他的一些手下，就当时洛阳当地的官员吧，就给他建了一个行宫。叫什么？叫别墅吧，叫不叫行宫？但是好地方到处都有他建的行宫，啊，那青岛也有，那个只要是个点儿就有，啊，他在那儿建了之后呢，他就在那儿住，你就在那个谁？对，所以说，好地方都被他占了，好地方都被他建了。洛阳龙门石窟最好的地方，他建一行宫。然后呢，到西安这边，他不住在西安市里边，跑到这个临潼，这个地方是骊山啊。这个地方是骊山，大家知道什么概念吗？烽火戏诸侯就在这儿，知道吧？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啊，我就没力气往上爬了，就这山再往上爬，一直往上爬，就到骊山。对，一直往上爬就是骊山，然后就当年那个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也是这儿，啊，这是一个点儿。然后刚才这个华清池是一个点儿，对，然后对老蒋是会享受，他的官员也会给他拍马屁。啊，三个点，一个华清池，一个蒋介石住的地儿，再往上就是当年西安事变的时候捉到他那个地方，现在叫兵谏亭啊，当年叫过名字，叫过啊蒋总统蒙难亭，还叫过什么啊？建国之后叫捉蒋亭啊，就86年的时候觉得这名字都太这个意识性太浓厚了，当时不搞统战工作嘛，就改成叫兵谏亭，名字比较中性的一个名字。但是我今天说，所以说咱们从长安到长安到这实地看，第一看是这人山人海，咱再看一眼啊，真的人山人海。这只是下山的啊，上山的人更多。那边那个华清池边上我就不拍了，那边人更多。就刚刚那个杨贵妃那个胸像，那个就刚才我的封面那张图那个地方，大家可以看一眼周围的有什么多少人，对吧？一个那个，然后他就噌噌噌噌跑到上面去。我真到这儿来才真正发现这个兵谏亭。
居然是一个苏式建筑，一看罗马柱子在这儿杵着，我就真没想明白啊，这居然是弄这么个东西，呵呵，而钢筋水泥的，呵呵，所以旁边一堆刻字啊，一个民国要员当时提过，然后我们建国以后也给他提过这些字啊，所以到这个华清池就看三个东西，一个是那个杨贵妃的洗澡盆，呵呵，然后那个蒋介石住的地方和捉住蒋介石的地方啊，再有上面烽火台我就不去了，看不了了，太高了，今天索道也全是排着队，然后那个上山这边进看池子，哇，乌泱乌泱的挤得你，关键问题是它都是单向的，你上去之后你下不来啊。哦，今天挑战实在是，本来计划说再去兵马俑算了，这没法弄了，这个啊，我这车都停到那个十几公里之外，光那个停车场哇，满满的都好几公里，绵延十几公里，真的有，而且一路把车从这儿开过去，一个空位都没有，就说人都刚到都没走，一个空位都没有，太恐怖了这事儿，所以建议大家能不在十一这时候出来就不要出来，千万不要出来，好吧，咱们今天就这样啊，又说什么了？这不辛苦，没事儿。这，咱说好了是自虐游嘛，咱就自虐到底。也没几天了，我等于说我今天已经从西安已经往回赶了。这个，骊山这个地方嘛，就是骊山这个地方就已经是西安的郊区了啊，而且是东郊。然后再往东，我今天晚上就要去河南了，然后就准备往回赶。今天不回去也不行了，今天已经4号了，一共假期就这么几天。嗯，好了，今天就这样，拜拜。